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接着天下太平之根本的讲义一起来学习。我们谈到第七大项如何落实家庭教育的第二个小点，欲子弟成人，须从自己所作所为有法有责，能为子弟做榜样时。所以这一段呢，就点出了身教重于言教了。那我们依据印光大师的佛化儿童读本列的28个德目，我们上一次谈到第十点仗义，那这些义理我们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书是如此每一段义理亦如此我们多读一遍就有一遍熏习的效果这些义理会入到我们更深的内心当中我们很自然入得越深了很自然在一言一行当中可以流露出来大家有没有读书读到很感动流眼泪了那这个义理就触动我们内心的善根了像我们前面讲第九习音七十古稀谈子即过过则已无说念着念着想想自己几岁了还剩多少岁月何敢懈惰努力勤学立德立业自利利他为事作则我们什么时候再给孩子做榜样再影响孩子跟学生呢应该是一切时一切处都在影响这28个德目什么时候可以呈现身教呢可能这28个德目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里面前面讲的习古爱惜食物印光大师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他有习福水不止吃得很干净还要倒一点水当然别倒太多过犹不及我看有一些同修那个习福水倒了半碗我一看有点紧张这个把胃
这个胃里面的消化液啊，哦，这个冲淡了，哦，哎，能把它洗干净就好了。发现呢，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哎，小朋友都在看，学生在看哦，你都没有要求他们了，可是你做那个动作做得很认真了，他们都看在眼里。哎，更重要的是啊，自己没有控制要求。哎，过个几天你一看，嗯，很多孩子他自己就做了。人之初，性本善呢、啊，包含第十仗义。义者宜也啊，义就是应该的，合情合理合法就是义。我们看应祖这边讲到的，一举一动为义是取，都是以义啊为一举一动的标准啊，那义之所在，无往不利啊，合情合理的啊，会得到人认可啊，得到人支持啊，哦，就像在路上啊，看到个老人家推的东西太重了。有一个人上去扶，旁边看到的，一定会有善根的人呢，看了感动了，哎，一起过来帮忙了，无往不利呀，那小人见利呀，见利就贪利呀，就忘了义了。那虽得小利啊，就竟吃亏。孔子啊，有一次啊，遇到啊国君鲁哀公，问他房子往东边建呢，吉不吉祥？孔子说啊，天下有五不祥啊！房子往东边建呢，不算在内。哎，我们在看这些历史故事啊，要去体会啊这些圣贤人处事的心境啊，目贤当目其心呢。国君刚好想到这个问题啊，随口啊问了孔子，孔子抓住每个机会把怎么治国提醒君王，君王假如接受了，利益的就是一国的百姓了，所以抓住每个机会点辅佐好君王啊，这个善巧的劝谏呢，孔子如此啊，历史当中啊，还有一个人很厉害啊，叫晏子啊。有一次，这个齐景公气急败坏啊，回来了。就对晏子讲，哎呀，我今天太不吉祥了，上山呢看到老虎，结果到了河边看到蛟龙啊，哎呀，我今天太倒霉了，太不吉祥了，
晏子说，天下有三个不吉祥啊。第一啊，有人才而不知啊，衣不祥啊。知而不能用啊，恶不祥啊。用而不能任，用了它还不让它好好发挥它的所长，三不祥啊。君王，这才是真正的不吉祥。你到山上去看到老虎，老虎本来就住那里嘛。哦，你到水边去看到角龙，角龙他家本来就在那里。哦，所以真正的不吉祥在这里呀。哦，你看，成就国君，成就人民。那我们看完这个故事啊，哎，我们把从这个故事啊拉回来我们自身呢，我们在面对每一个跟孩子互动的机会，甚至于是跟我们亲朋好友互动的机会，我们有没有想过抓住每个机会去启发孩子的善根，去互念亲戚朋友的思想观念，甚至借由每一个机会去安抚他不安的心，相逢即是有缘呢，惜缘惜缘这两个字我们都很熟悉呀。那我们是不是真是一个惜缘的人？佛门修行啊，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有真正的慈悲啊，它的善巧方便自然会出来啊，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呢，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啊。像我们第一年教书抱着很高的热情啊，虽然经验比较不足啊，但是很用心教啊，往往应该也有佛菩萨还有学生的祖先加持，都会有一些灵感出来。那是承德第一年教书啊，确实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也在印证经典的道理啊。大学讲如宝赤子啊，心诚求之啊，虽不重亦不远矣啊。这是一个借由一件事啊来彰显一个道理。一个母亲她没有生过孩子啊，她还没有照顾过孩子啊，但是她非常的诚心啊，她一心一意就是为这个孩子好啊，纵然没有养育教育到最完美啊，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虽不重亦不远矣。所以这一颗心学生感受得到。所以第一年第二年教的学生呢，在大街上远远看到你啊，老师好，有时候还会回来找你。按照教学经验来讲，算是最缺乏的，但是很用心去教。所以这些经典的义理啊，我们能体证到我们在跟孩子娓娓道来的时候，
我们是很有信心，很有底气呀，来跟孩子引导。哦，就像我们是不是体会到意志所在，无往不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盼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啊！那这个我们要透过自己去行义呀、我们有这个亲身的体会啊，像陈德在2004年7月，我们办第一次幸福人生讲座，5天呢。那我办这个讲座前呢，回了一趟台湾。回去以前呢，刚好有一位女居士请我们吃饭。那吃饭的时候刚好邀请他先生来了。他先生问了我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先生说道，你知不知道孔子他这样教书他的经济怎么来的？他问我这个问题，我是没想这个问题了。然后他说，因为他有一个学生叫子贡，他是用现在讲叫大企业家。那一天还听到有人说，这个子贡就是春秋时候的巴菲特。巴菲特大家认识吧？很会做买卖啊，贱买贵就卖出去。都看得很准。他就讲到孔子教学有子贡支持他。接着他就说我有一个饭店有那个会议室刚刚冷气装好还给我讲那个冷气是多少马力的他说你有任何需要可以找我。我们当时候去的时候所在的地方呢我们用的教室没有冷气的是用电风扇的偶尔那个电风扇的声音还太大了会影响上课刚好要办这个5天班前呢遇到这个机会了不然海口的夏天还是挺热的后来就开始上课了上了5天虽然人家场地借我们了毕竟我们在那里用2餐饭了然后就5天过去要去付钱了结果这个小姐就说了说我们老板娘全部付完了后来了解他老板娘呢每天进来听课听得很感动说哎呀我的孩子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他也很遗憾然后都把钱给付了。义之所在我们也是义务在做这个事得到这些助力。这个例子对我的启发很大。以前听师父讲经
师父说了啊，我们一心为正法为众生呢，这个钱呢你不要担心啊，我们有后台老板啊。请问大家后台老板是谁啊？啊，是阿弥陀佛。可是呢，我借由这个故事之后啊，哎，师长啊，这个教诲啊，哎，我又会再加一句啊，师长说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啊，我就会再加一句，那阿弥陀佛又是谁啊？谁是阿弥陀佛？这个老板娘就是阿弥陀佛啊。哦，你看，要利益下一代的事，他的佛性起来了，他的爱心起来了，他的道义起来了，确实啊，是他把钱付掉的，他是阿弥陀佛。哦，所以这个善跟善呢，会交感。所以意之所在，无往不利。啊，那我们自己在人生过程很多这样的事情，哦，那每一次谈到这些义理，那我们就以我们的人生故事啊，再供养给学生呢。哦，那当亲戚朋友啊，有哪一些钻牛角尖呢？啊，念头转不过来，哎，你自己有这些人生阅历，给他现身说法，他很可能他就转过弯来了，啊，因为你是他的好朋友啊，啊，你现身说法，他很容易相信了，啊，所以我们要多一些人生的实践，多一些人生的体悟。啊，珍惜人与人的因缘，不兴事语啊，要在正论。啊，讲那些对彼此生命都没有意义的话，那就不叫惜缘了。哦，那当然，啊，我们处事啊，一定要守住忠恕之道啊。啊，别人讲这些没有意义的话，正常，恕道，不能苛求于人，啊，要要求自己严以律己，啊，我们要越来越言之有物，啊，那这个言之有物啊，又不是很严肃的跟人家讲道理啊，啊，这样啊，人家工作已经很忙了，啊，看到你还得压力很大，听你讲道理，哦。那假如我们太是这种严肃讲道理啊，可能人家看到我们就赶紧闪开来了啊。哦，都是要很自然，哎，顺势而为啊，顺着他谈到他的问题在哪啊，甚至于是顺着谈了一个社会事件，能够拉回来启发彼此的人生。好，哦，所以孔子，哎，他顺势，啊，天下有五不祥啊，第一个不祥，啊，损人自益，啊，损人自利，身之不祥，啊，你想损害别人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其实适得其反，啊，哦，所以孔子教导我们呢，啊，你忘了义，啊，只想到自己的利，事实上你是会损你的福报的，啊，身之不祥啊，所以究竟是吃亏的了。啊，所以一个人的福分是他的心决定的，量大福大，
啊，你心量那么小，又自私，又伤到别人，这个是损福报了。这个，我们借孔子这段话，来提醒，同学，好，这五不祥啊，我们应该之前的课程呢，有跟大家交流过了，这个在《群书之要》当中啊，《孔子家语》里面有，《群书之要》这部书啊，大家有机会多深入啊。我们今天要当老师啊，我们首先要当一个好学生啊，好学生呢是好老师的基础。那好学生就是老师呼应勿缓呢，老师命行勿懒呢。那师长老人家说的啊，群书之要是观世音菩萨啊，是救急呀。这一部书根据什么纲领啊来挑选呢？他是从14000多部书里面挑68部呢。大家想想那个场景啊，我们现在回到贞观时期啊，你旁边还有18学士啊，这个方玄龄啊，这个啊，萧德言啊，褚遂良，这些当时候的大儒啊，看着这14000多部书，咋挑啊？你这个场景体会体会啊，你就很珍惜这一部书了，太难挑了啊！68部里面还要再挑精华出来啊！所以，假如我们在学群书之要啊，那我们要感谢在背后啊成就这部书的人啊，所以我们每天可以这么回向啊，回向群书之要中一切诸圣贤啊，还要再回向啊成就这一部书的唐朝当时的这些圣哲人，我相信这个回向啊，一感应，你在学这部书的时候啊，如有神助啊，这个感应道交啊，不可思议啊！承德在大四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啊。他是持地藏经的，他从小有读古书啊。他说他有一次坐飞机啊，行李不见了，他很相信啊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啊，他也不慌啊，他是诚心持地藏经啊。后来这个箱子就找到了，这个地藏菩萨很慈悲啊。他老人家接受佛陀的嘱托，释迦牟尼佛灭度，到弥勒佛来这个过程呢，由他护持众生呢不堕落，哪怕众生呢只有一毛一地一沙一尘这么一点点善根，他都不让他堕恶道。那地藏经里面有很多人现世会遇到的种种问题，这部经里面都有方法解决，所以佛菩萨真是同体大悲，考虑的太仔细了。你看观世音菩萨32应身，他老人家也是够忙的，
求功名得功名，求长寿得长寿，求儿女得儿女，求对象得对象，都满众生愿。最重要我们要诚心如理如法去求，你不要让人家觉得这个佛法就是只是跟死有关而已，这样大家就觉得那个东西是老了以后再说的，要告诉他有佛法就有办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为什么老和尚说群书之要是观世音菩萨，因为他能解决人当下的所面对的问题。现在是人心有千千结，所以现在忧郁症越来越多了，人真的要早点提升好。我现在回想到一幕啊，20多年前我第一次做班主任呢，看到一个女孩啊，她也很高了，应该有160公分以上了，她拿着美工刀啊割自己的手啊，我当时看得很难过，赶紧提醒他不能这样，但是我就没有意识到那个是忧郁的情况了，他内心呢很可能因为家庭的因素、人际的因素，他很苦闷，又抒发不了，这样积到12、13岁了，他受不了了，他会借由一些行为来发泄，这个自残呢就是一个他的反射的行为出来了。那时候人生阅历啊都不足啊，假如是现在的话，那不只是针对那个行为去提醒他了，有果必有因啊。现在这个时代要解决问题啊，首先我们要了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菩萨四德里面呢，有一德普代众生受苦德，因为往往问题呈现的时候都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就像癌症，它没有个10年、15年呢，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啊。可是当发现的时候，那就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啦，也不是1个月、2个月啊。那再高明的医生，能够1年把你调回正常，那已经是很厉害了。大自然都有它的轨迹呀，这个身体已经偏了5年、10年，那可能咔一下子就恢复正常，那不可能的。所以也遇到母亲，说：“哎呀，我的孩子过动啊，我的孩子有自闭倾向啊，怎么办呢？”他首先呢要知道这个事啊急不来，他得先稳住自己的心啊，他也要能了解到万法因缘所生，因很可能有孩子自己过去现在的业因在里面，但是他要有缘，
它才会呈现这样的结果。这个缘比较影响他的可能是父母家里的人，他接触到的这些人都是缘，甚至于他吃的食物也是缘。很多孩子很躁动啊，你那吃的东西的防腐剂啊，都是燥性的食物啦，油炸的吃一堆啊，他怎么不燥呢？要从他的身、他的心、他的家庭这些缘分多管齐下去改善。现在双管不够啊，多管啊。那包含他的业因，你可以多给他念佛，最好他自己念。我们一起学习天下太平之根本，印光祖师就有讲到了。你让小孩从小习惯了，养成习惯念佛，他的业障，过去生的业就在一声一声佛号当中消融了。万德洪明能灭重罪啊。所以一般呢，这些问题会呈现出来，代表主要的人心呢都不够安定，大家都在忙，都比较浮躁，所以才让这些不好的因子啊，一直积，一直积，积到呈现比较严重的这些问题出来。所以我在听他们谈的时候，我儿子一岁两岁很正常，三岁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又不是四川变脸，变一个样子出来了。我有一次到一个国家，哪个国家我就不说了，说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人不欢喜。出言要顺人心啊。我到一个国家讲课，下了车。那开车的同修啊，他就很感叹了，说了：“哎呀，我有一个邻居啊，他的孩子19岁啊，突然，他的父母讲啊，突然自杀了。哎呀，好万喜呀！”我就跟这个同修讲，自杀有突然的，他这个这么严重的心理问题，他都积了多久啦？可是他的父母为什么是感觉他突然呢？所以我们处在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大家每天都在赶，能够不受这个共业磁场影响啊，真是不简单呢。尤其住在大都市里啊，快快快起床了，快快快刷牙啊，快快快吃饭，快快穿鞋了，快赶车了，就这样。习惯了这种节奏了，心里都是比较浮动的。假如再加上对一些利欲啊看得很重，那真的就欲令自迷啊，利令自昏了，
没办法去感受自己，哪怕是身边的亲人孩子都感觉不到他的状态。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呢，心静不下来，什么时候会让我们思考思考了？往往都是出现一些让我们招架不住的家庭问题，才愣了。哎呀，怎么会这样呢？我孩子怎么管不了了？啊，我的家里人怎么会得癌症呢？啊，我的太太怎么要跟我离婚呢？啊，都是这些人生里面很大的事件出现了，才撞得我们那种每天像机器人一样啊，很忙碌的那种节奏啊，才被撞得沉淀沉淀的。所以我们呢，事可以多啊，心不可以忙啊。面对自己身心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都要像中医一样啊，不治已病啊，治未病啊。啊，我们的人生假如等着每一件事情出状况，然后疲于奔命的去解决，哇，那人生真是太辛苦了，太无奈了。清净心呢，安定的心才能关照自己，关照家人呢。啊，佛家讲净即光通达，光是智慧。你心要静下来了，智慧才能透出来。古人提醒我们，为学第一功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这句话我们很熟悉的，更重要的是什么？这句话我开始落实没有？不然就好像抄了一张药单，没有去抓药，没有喝下去啊，对自己的帮助很有限的。弟子规里面好几句都是在落实这一句的。讲话凡道字重且疏，勿急急，勿模糊。那我们问问自己啊，自己讲话有没有慢一点？当然了，我这句话是问那个个性比较急的人了。假如本来讲话就慢郎中的，那个就不在此列啊。走路宽广万物处人啊，在生活的这些细节当中调自己比较急躁浮躁的心，你不调下来，你话会讲错，事会做错，跳不出我们人生家庭工作的恶性循环。因为心错了，根本错了，事怎么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医报随着正报讲转了，心对了，讲的话做的事都是正面的影响，事情就会往正向发展了。为天下者，为家庭者，为事业者，不于天下，不于事业，不于家庭，于呢？于自己的身。再讲得更深入，自己这颗心要护好。
那刚刚跟大家提到家长说孩子一两岁都正常，三岁就出现问题，这些事例啊，值得我们先从自身去反思。真的，我们有一个惯性很强，什么惯性？一遇到事，先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或者推到境界上面去，很少一讲到什么问题，马上啊，是我不对。比方说陈德讲，父母的浮躁啊，会影响孩子的心。孩子很敏锐，他可以感受到，他会受到干扰的。我讲到这里啊，这位妈妈就说，对啊，我先生很急躁。其实我也没见过他先生的，我就是因为看到他，我要提醒他的，他马上对我先生很急躁，然后我没有了，我慢慢的，第一次见面，接下来我也不好讲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肢体语言，事实上已经可以感觉得出来了，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在面对境界的时候，还是自己是老师哦，不要一下子好为人师。你很急躁，交浅不可言深啊。第一次见面呢，人家已经说他不急躁，你要说你很急躁的，那就这个缘就没了。所以不要看到别人问题。忽略了观自己的心念啊，一下啪好为人师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在什么时候保持这个心态啊？ Anytime, anywhere, 一切时一切处哦。有时候比方说这个女士我先生急躁，我不急躁。他这个语言会不会让你有点情绪啊？会哦。你怎么都讲你先生啊？我这个要扶住我，不然自己一动气了，这个局面就不一样。所以不管面对哪个境界，最重要的还是护好自己的心念。那刚刚跟大家提到群书治要为什么是观世音菩萨，因为它是依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编的。现在的人身心都有很多有待化解的问题，我们心态出了，你看孩子一天陈德最近观察一个孩子他胎教做得不错，九岁我看他一天可以笑200次以上，一看到饭菜很好都笑着看到新认识的人他也都是笑笑的他母亲说他到公园去玩见到的都是第一次新朋友每一次他要走的时候这些小朋友都跟他说你什么时候再来啊人缘很好。每个孩子啊，都带着他过去生的能力来的，
啊，我们当父母当老师的不要太着急了，你只要能观察到他素是哪些能力特别突出，你去好好去护持他，他那个能力啊，万法因缘生嘛，你是他的助缘啊，他阿赖耶识那些天分就自然就都调动出来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啊，行行出状元啊。可是父母老师心太粗了，就体察不到啊。我今天看到一个小孩，应该是三岁吧，三四岁而已啊，在半个小时之内换了两套衣服啊，一套是公主，然后还戴了一个皇冠。哎，过了一会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换了一个女水手的服装，戴了一个 小帽子，很可爱。我说哇，他怎么衣服配得这么好啊，这以后一定是服装设计师啊。然后他爷爷说，哦，我们家来客人哦，都是他去接待的，还会带人家参观。我说这个不只是服装设计师，还是外交官。那他是排老三啊，老二呢很腼腆，都不敢出来见人，但很喜欢读书。我说哇，你们家又出文人又出外交官。我们真的能随时去欣赏孩子，欣赏每个人，我们已经变成一种很自然的心态。那你的家里的人就在你欣赏的眼光当中啊，他的潜力啊就被你一点一点激发出来了。礼记学记讲，导而复谦，引导，不要硬拉他；抢而弗抑，抢就是鼓励他，你很欣赏他，鼓励他，不要否定他，那个意义就是否定。哎，我们父母老师有时候情绪一来，那种否定的言语就出去了。啊，你不可能啊，你可能太阳都从西边出来了。不要去讲这种否定的话。这抢而弗抑。再来开而弗达。启发他，不是灌输，不是硬塞很多道理知识给他。他问你问题，哎，你怎么想的？哎，有一些设问，用另外一个角度去问他，哎，让他去感受，让他去思考，开而复答，这样的教学法才对哦。群儒之要，教修身，可以解决他身心的问题，理得心安。我自己还没有遇到老和尚以前，很多问题想不通啊。每一次听经，听了太对了。有时候听得太激动，桌子一拍。甚至于听到走到电视机前面给老和尚磕个头。那个道理明白之后心上那个挂碍也好，烦恼也好，放下了。
子孙虽愚啊，经书不可不读啊。他不明白道理啊，每天遇到那么多人事，他都搞不清楚，都会积在他的内心里面。所以父母老师也要会看孩子相由心生，你看他脸上就可以看出他心里有没有事，一看心里有事，陪他散散步，聊聊天啊，在那种放松的气氛就聊出来了啊。这个时候你在导而复牵，抢而复抑，开而复打啊，哎，这些问题他可能自己可以想通了啊。当其渴之谓食，这都是机会教育点。哎，有些内心的问题啊，父母老师没有及时去沟通，他就一直放在心上，时间放久了哦，他会越来越不愿意跟人讲内心的话，因为他不沟通变成一种习惯了，习惯他就会变成一种惯性。所以今天我们面对学生孩子啊，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呢，他好像爱理不理的，这个时候你不能生气哦。假如你是妈妈，你就要反求诸己，是因为我太久没有很自然的跟他交心，才造成他现在这个结果，反求诸己啊。老师啊，当然啊，不是老师造成，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啊，体恤这个孩子啊，他可能长期跟家里人沟通有障碍啊，不是说他对老师有什么看法啊，有一种设身处地啊，我们就有耐性了啊，去破冰啊，把他那个啊比较冷漠的这个外表啊，能够把它化开哦。那有可能呢，越冷漠的孩子，你能把那个他那个惯性把它突破了，有可能他什么话都会跟你讲。好，所以心的问题要用教理理得心才能安。家庭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群书就要教齐家。我们华藏净宗学会最近要印群书治要中修齐治平的智慧这一本书还是360要印3000本到时候大家有需要可以去申请那现在那个文字档也可以先发给大家。那刚刚讲的老师呼吁应勿缓老师命行勿懒那师父上人说群书之要是观世音菩萨又说四大菩萨表修德那我们要效法四大菩萨要学着去做所以下个礼拜礼拜三礼拜五早上6点到7点假如大家
有空的话啊，我们啊，可以在 Zoom 上面呢，啊，大家一起来探讨交流。啊，这是齐家的部分。啊，还有治国，我们一定有属于啊我们的团体企业，这就牵扯到啊为政了。啊，孙中山先生说，管理众人之事啊就是政，就是办政治了。那这个要学哦，人不学不知道不知义。你比方啊，承德观察，哎，他刚好有姻缘当领导了，哎，他都用听他话的人，啊，我请问大家，这个团体能带好吗？啊，都用听他话的人，就变一言堂了，那除非你是开悟的圣人，不然我们很可能都会偏在自己的角度思考事情了，甚至于当局者迷呢，旁观者清啊，你又不听不同意见，好，所以《群书治要》里面强调了啊，要能接受不同的意见，接受劝谏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说实在，你真正是圣人啊，你也要表演正确的团体运作啊。所以你哪怕都懂了，哎，你也要表演，哎，商量才是领导，多听不同的意见，让这个团体正常发展。其实这些道理承德没有读《群书治要》也不懂啊，从小到大也没有机会学这些教诲啊，所以真的360句不多啊，每天看个几则啊，基本上修身齐家还有团体的问题应该都在里面。恒心很重要啊，滴水穿石之功啊，每天不要多看个3条5条啊，几个月这部书你就掌握住了啊，你有恒心的去明理啊，就是一种良性循环。你因为太忙了，都不拿出时间来听经，看这些经典，我们不明理啊，那每天还是说错做错了，这个恶性循环出不来了。所以古人他是几个省的巡抚，他每一天手不释卷，他一定要看书啊，事而优则学，他哪怕当官当得很好，他都没有掉以轻心，他都一直在从古人智慧啊经验当中汲取宝贵的资粮啊。好，哦，那我们看啊第11啊清廉。人生福泽，前世所修。这句话了凡四训就可以说明了。当然了凡四训可以长讲也可以短讲。短讲3分钟讲完了。长讲
哦，那可以一个小时。哦，哦，那当老师的人就要锻炼了。啊，可以长讲，可以短讲，看因缘去运用。那非义而取啊，事实独悟。哦，那这个上一次啊，就跟大家提到这一部书哈，《感应篇汇编》啊。啊，《太上感应篇》说，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釜救饥，鸩酒止渴。恨取人才者，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啊！这个都说明了，非义而取啊，是实独悟。好，哎，那这里就有历史当中啊，好多个例子了。啊，比方说邢寿啊，这个官员，他出使韩国。啊，那时候叫新罗，啊，他出使之后啊，回程的时候经过了探山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呢看到了100多个商人，结果呢这些商人呢载着好几船的货物要做生意，价值啊很多钱啊。结果他起了歹念了，居然把他们都杀了，好，把这个货物啊占为己有。结果到了他的儿子行载，他的儿子啊与王弘谋反被抓了，这样行寿他们家被诛，这全家都死，妻子家口通通已当之了。啊，这个最少是诛三族啊，只要是诛族了，最少三族了。啊，取非义之财，啊，真的横取人才，即其妻子家口已当之啊。另外一个韩公干啊，这个官员为琼州牧啊，琼州牧应该是海口啊，海南的 啊，他横取很多钱财啊，后来他要回家，结果坐着船呢就翻了，所有的货物啊全部没了啊，还好还保了一条命呢。所以这些事例啊，我们可以就真实的历史跟孩子做交流。哎，清而不污，廉而不贪，世所崇敬啊，荣无加焉呢。啊，那个得到的光荣，甚至是得到的福报啊，哇，那真是无以复加。好，那群书治要当中啊有很多故事啊，其中讲到这个清廉呢啊，我想大家应该会联想到杨震四之啊，因为杨氏啊后来叫四之堂啊，大家想一想，叫杨震，清而不污，廉而不贪。啊，不止啊，他受到世人的尊重，他的后代以他为荣。我们是清官之后啊，啊，他们的堂号写的四之堂，啊，天之、神之、子之、我之啊。那哦，这个典故啊，就是杨震呢，他刚好要
去上任了东莱探太守，啊，经过啊昌邑县，啊，这个昌邑县县令啊，刚好是他举荐的人才王密，结果他到了当天晚上啊，这个王密啊，就拿着十斤黄金啊，要去送给他。当然了，那个黄金是王密自己的哦，那不是什么不法手段来的哦。好，那杨震说了，我了解你，我才推荐你出来当官呢，你怎么这么不了解我啊？啊，古人讲到这里，对方就知道意思了，啊，看他的眼神，知道不说了，啊，这个王密接着说，现在夜晚了，没有人知道。啊，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啊，怎么可以说没人知道呢？啊，王密啊，就很不好意思啊，离开了。而且他还做了一个动作，啊，杨震离开之后啊，他在那个地方啊，啊，就做了一个纪念馆，就是纪念杨震不收他给的这个黄金，啊，这个人很可贵啊，哦，他有惭愧心之外呢。他还把这件事公开出来，哦，让更多的人来，哦，效法杨震的精神。嗯，哦，那后来啊，杨震呢转到了涿郡太守，哦，他的这个德恨就是很廉洁，公正。啊，那他的子孙呢？因为他很廉洁啊，家里也没有富有啊，所以子孙都是啊粗茶淡饭啊，而且啊都是用走路的多啊，没有车坐啊，就有一些老朋友啊或者家族的长辈啊就劝杨震，你怎么不买点田产啊？哦。给家子孙呢，啊，这杨震说啊，啊，哎，我呢现在做的呢，让后世啊，啊，都称我的子孙呢是清白官吏、清廉官吏的后代，啊，我用这个给他们呢，这不是很对子孙不是很丰厚吗？啊，其实啊，这个是以德啊庇荫了后代，啊，给后代很好的榜样，而且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所以杨震的儿子、孙子、曾孙都跟他一样做到三公，啊，儿子丙，孙子次，曾孙彪，啊，所以。在历史当中啊，还没有第二个家庭啊，连续四代做到三公，啊，所以这里说世所崇敬，荣无加焉呢，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了，啊，那个尊荣，啊，到顶点了。好，我们看十二，知耻，啊，耻之一至，其力无穷啊，利害利益什么呢？有与慎境，有这个知耻的心啊，那离圣人的境界不会太远了，一步一步靠近了。没有的话呢，那就跟禽兽越来越接近了，啊，因为没有知耻的心啊，
每天堕落啊，那就不知道会堕落到什么地步了。哦，我现在没有羞耻心了。哦，男女不守礼，堕胎，那个虎毒都不食子啊。但我们现在没有羞耻心了，这样的行为，哇，全世界堕胎一年5000万有登记的，无语受统啊。所以这些德目都攸关学生一生的成败，我们老师要重视起来。而当我们重视这些德目的时候，一举数德啊，他德行会提升，成绩呢当然会提升嘛。亲所好，力为具啊，德有伤，贻亲羞啊。他考不好，父母会担心啊。哎，他羞耻心起来了，就从他的根本，他的心提升了，心提升了，方方面面也会跟着进步啊。从根本解决问题啊，不能只是从症状去解决问题啊。所以惭耻之福啊，无德暂谢啊，我佛训诲，庄严第一啊。这个在佛遗教经当中啊都提到了啊，常当惭耻，这个常意思就是要保持它，恒常啊保持它，无德暂替，不能让它中断了，没提起来了，不行。今天不提起羞耻心了，那假如犯下一丝足成千古恨的事，那前面的人生的努力不就毁掉了吗？真的，守身如执玉呀。玉捧在手上小心了，那滑下去了就粉碎了。佛讲了，若离惭耻，我们稍微离开了惭耻，则失诸功德了。没有惭耻心就不是真心了，就没有功德了，可能就要造罪业了。佛又提到，有愧之人则有善法，有惭愧心，这个惭愧心流出来了，言行都是善的。无愧者与禽兽无相异也。佛在最后一部交代的经呢，佛遗教经呢，这些教诲啊，对我们修行啊都是相当关键的。不然利名于一身呢，失之之顷刻啊。而且说实在的，一个人他会跟家庭密切相关，他会跟他的团体密切相关。所以我们今天一失足成千古恨呢，不是只有自己毁了，有可能我们家庭的名誉啊也扫地了，有可能
我们的团体的威信因为自己啊破坏了。尤其你在团体位置越重要，那个负面的影响越大。在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当中，比方说一个作家很受推崇，他写的书很多人买，后来他出事了，信众大众很愤怒啊，把他的书拿来烧啊。你说他本来很多功德，长养众生善根，结果他一个不小心，哇，很多人愤怒啊，哎呀，他们都是满口仁义道德了，不要相信他们了，影响负面的影响就很大了。所以古人为什么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人生啊，随着努力，你的位置会越高啊，影响会越大，这个羞耻的心啊，警觉的心啊，要越来越高啊。但是越位置越高，挑战越大，诱惑越多。所以古人留了一句盖棺论定啊，还没有盖棺呢，都还很难讲啊。那能保持知耻之心啊，那这些境缘呢，应该是关关难过啊，关关可以平稳的过了。十三敬忠，一秉真诚，不被忘亲。这个忠心不偏呢，这会意志啊。那这个忠首先落实在事亲，侍奉自己的父母。尽己之谓忠，毫无保留的去爱去孝自己的父母，事亲皆物。今天你父母有需要，你说哎呀我还有小孩呢，大家想一想，当父母的人给孩子什么最重要？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人生两难呢，其实啊很可能是我们对人生的轻重缓急不清楚。你真的知道什么最重要了，其实你是真正给了你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了。刚好你的父母身体有情况，你全然的去为父母，你的孩子看在眼里感动啊，你的孝心孝行深植在他心中，这对他的人是多大的意义啊。可是这个时候你私心在那里牵动，你的孝心没有办法完全发出来。所以这些德目啊，我们都是要在境界当中真的把它提起来啊，尤其在对父母当中啊，尽心尽力去做。
了无恶心啊，止其敬愤，不计人之。而且敬忠当中觉得应该做的，不是沽名钓誉啊。如是之人，堪为是矣啊，这世间的榜样啊。忠孝之人呢，是世间榜样，而且忠孝之人那种心境啊，孝悌之志啊，这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了，这个鬼神都尊重了。好，那这忠志不容易哦，心容易偏哦，身有所愤志，不得其正，情绪上来了，这个心就不忠了。有所恐惧，不得其正。你什么事先怕了，你就很难尽心尽力去做了。那个怕有时候首先就是想了自己了，就开始怕了，顾及自己了。有所好药，不得其正。起了贪心了，贪求了，这个就不一定正了。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学这一些教诲啊，也都是让我们的心啊保持在中哦。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你喜欢这个人呢，你看他就不准了。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所以人起这个贪嗔痴啊，心就不忠了。知其所亲爱而辟焉，知其所见恶而辟焉。你讨厌一个人，你的心也不客观了。有偏斜了，你讲不出公道话来了，因为对那个人有看法了。所以经典这些句子啊，都很有味道啊，都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关照到我们的心念。立誓练心，能不能练出忠心？好，十四呢？守信。守信之人，言不妄发。不随便答应人家。考虑清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说到做到，不惊不乏啊！这个守信是自己觉得做人应该这样的啊！不是说守了信了啊，就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啊！再发就有一点炫耀了啊，惊就有点傲慢。高傲了。好，那无信之人，事事皆假。人所厌弃，不如牛马。我们当人要有人格啊，要守信啊，信这个字啊，人言为信啊，讲话不守信，那就不像人说的话了。我们当时候在庐江下乡跟老百姓交流有一个百姓家里有很多线装书那个都很宝贝的那同仁看了很高兴老人家这个可不可以借我们长辈很痛快当然可以咯。那这个同仁突然想给人家拿回去
啊，人家会不会不放心啊？就跟长者说，那我们写个借条吧。啊，那个长者眼睛瞪很大，什么写借条？你说的是人话吗？哦，这个长者给我们印象很深。你说的是人话吗？对啊，你不守信啊，人所厌弃啊，人格不见了，不如牛马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